在飞机场上，我小猪咪还是可以。我知道啊，不可以的话，我一下就来了。但是现在小鱼又没钱了，他钱花光了，怎么搞的？没钱，我可以，我明天我有卡，我可以去，知道吧？看到没有，这就是真爱。这个三十块钱我去。啊？这个三十块钱没有。三十块干嘛？你那二十块钱房子太小了。你小，你每天都睡那个床啊？小小孩带乳房油去，怎么晚上睡怎么睡得了？现在挤也挤得不舒服。为什么要养天？为什么要养？因为你就像干日结业嘛，干日结都是今天的工资明天发嘛。你小孩说，他，哎，不给三两，现在我就我们我们到会同去办，我就是二十块钱我，你不给钱三两。你吃了这么久，你手机没拿？我叫老板把空调打了。对。走不动了。五六块钱您刚刚都给我买了瓶水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拍视频23张，如果你按那个100多块钱，我不干了。又翻脸了，我们还是不是好朋友？拍视频，拍搞直播是不是70块钱给你个小七十？给你搞5个小时直播，从9点半到2点半，是不是5个小时？接着又拍还视频，是不是工资？我房子开在香港，我自己店里先开的噻，我100块钱交房，交房租交5000噻。你现在已经开了个房，你还开什么房嘞？哪里开的房？在这边住啊。你那边不是有房间吗？你会动了不是开的吗？那他怎么睡得着啊？什么？你刚才骂人了？什么？没骂人，我惹你说的中国。那个床太小，怎么睡得两个人上呢？就从这边过去。啊？我说意思要看到20块钱的房间小，开30块钱对吧？我今晚上停一天，我不住吧。你就是担心？撞上没地方睡啊。嗯，要不是还钓鱼哥在你那个房间睡，我们在这里睡。这个卫生太吵了，太吵了，卫生太吵了，边上好乱一些。哎，你走啊，你摸摸我眼睛，走回来。来，给你，谢谢你哈，先给你100，我们是不是好兄弟？谢谢。我们还说不得好朋友，那你还心不心疼涛哥？心。好。你哪里睡觉？嗯。